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个插件啊，据说这个插件是要打马赛克才能使用的啊。其实呢，它很简单啊，用起来很简单。然后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失真的一个插件，然后可以改变一些音色啊这些东西啊，对声音做一些音染。这个插件呢是免费的，应该是免费的，因为我就是从官网上去下载的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限制，具体使用呢还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失真度啊，失真度啊，这边是它的音染的一个颜色啊，越往右它越暖啊，越往左它越冷。这一排呢是一些预制，就是一些形式啊，具体的怎么去说明也不太好说，但是呢，它的对音染的一些改变啊就不一样啊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我个人的听觉上面就是感觉越来声音越来越紧一些。这边呢就是 low cut 的一个范围啊，越大的话它的这个低切的频率点呢就会越多啊，这是 high cut 啊，这是 mix 啊，干湿比，这边是一个这个输出音量的调节 auto 呢，它就是对一些这个输出音量呢它会自动的去做一些自己的调整，然后剩下来的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就演示到这边啊，它这个插件的名字是 WX Audio 出品的啊，叫做 Nani 啊，在日语当中啊，它是一个问号，就是为什么的意思，什么的意思啊，就是 Nani 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希望这个大家可以想用的话，可以去官网去下载。然后我是下载的，感觉这个没有太多的限制啊，是不是免费的我不敢确定，反正我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限制。也可以导出，也可以保存。行，我们这一期的介绍一个插件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